我铁道的箱牌子，然后在108年，在的话左营旧城站，17:55，上班车是3248，是进往上线看到新竹的，因为84是将近843，我下圈了。在左营旧城站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3274进入三线高，操作等于536537将有36，86组编号区域监测，在左营旧城站停靠。外面车门准备驶离哦。3274进入327个操作等于537，加油536，86组你要全车驶离左营旧城站切换。这相片看完再都点不打去看呗。3274进入327个操作等于537，加油536，86组用百姓全车驶离左营旧城站。就这样，拜拜。